设计的原点始终都围绕着客户的一个需求，要让设计成型需要综合考量很多事情，只要我们对产品的每个细节都足够的细心和用心，我相信用户是能感觉到的。我相信一个好产品不是盲目的堆砌硬件就会得到玩家的欢迎，比如电池和重量的对立，悬挂和体质的对立，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均衡点才是我们的设计重点。而其他细节设计，比如坐垫和自由调节的左右后腿，我们都是基于人体工学设计，这是困难的过程，需要不停的修改，为的就是给玩家最好的一个骑行体验。从 S18 到 S20， 我们的设计语言逐渐成型，它的主导思想是以用户为先的一个模块化，我认为框架结构将会是独轮车设计的一个未来。S20 搭载了全新设计的空心轴无刷电机，相比传统电机，在动力输出、续航里程和能效比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性能提升。决定升级到126伏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原计划是采用100伏，这样更简单也更成熟，但是为了满足极客玩家的需求，我们决定升级到126伏。同时为了提高产品的安全性，我们在电池保护板上加入了智能 BMS 管理系统。我们在软件上融入了直流无刷电机无感技术，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摆脱霍尔的约束独立运行，防止骑行过程中因霍尔问题导致的摔车事故，保证了骑行者的安全。悬挂系统是 S 系列产品的灵魂，玩家对 S18 悬挂的热爱让我们决定继续优化它。我们升级了更专业的减震器，减震行程增加了 30%， 达到了一个创纪录的130毫米，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就。非常感谢各位车友对 S20 的挚爱，金虫一定不会辜负各位车友的期望，我们一定努力做出最好的独轮车。 We are all bonded by our passions for electric unicycles, and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invite more riders around the world in experiencing this new form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S20 is the perfect way to start.